你有什么特长？我腿特长。我是说你擅长什么？我像一朵雪花天上来。Can you speak English? Of course. What we need is ability to organize marketing campaigns and supervise employees.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bilities and public relations skills. So, what is your competitive advantage?我们还是说母语吧。你从什么渠道知道我们在招人呢？我是在网上，中华英才网那儿的机会比较多。证书带了吗？给你。会说中文吗？我是咱嘚瑟。咱中国说是啪啪的好，有计算机能力证吗？这个真没有。您孩子多大了？怎么了？没事。您给孩子买保险了吗？我这有个险种特别好，我给您介绍一下，肯定特别适合您孩子。我觉得你不太合适。为什么呀？我挺好的，我觉得我特合适。对不起，你看后边还有人等着。要不您试试我，给我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给你撬起来，您信不信？地球呢就得撬，把简历呢重新写一下。为什么呀？我简历挺好的呀。你呀，上了专业的招聘网站，像中华英才网，先从简历学起。那我学成归来，能给我个支点吗？能，欢迎您下次再来。我有一个大胆的请求，你说，请求你们把这个职位给我。为什么？在当前形势下，我们都期待有一个领军人物出现，带领中国走出经济低谷。如果你没给我这个机会，我想我就是这个人。副总呢？我们已经有人选了。那销售经理呢？我觉得你不太合适。财务呢？财务我们不招财务。前台也行。您这不是